喜欢上兄弟的女儿，今天当着兄弟面跟他表白。我喜欢你。不是兄弟啥意思啊？这是送的花有啥意思啊？喜欢的呗。啥玩意儿？你喜欢她是我姑娘。那个兄弟，有啥事等我表完白再说啊。不是啊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。你早已成为我灵魂的一部分。鱼不能没有水，人不能没有氧气，我不能没有你的爱。咱俩在一起行吗？你有病吧你这？那个哥们儿，你学会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啊，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好哥们儿。完了，他不会表白，让我给他演一遍，教教他，就拿你闺女试验一下子，演一遍他就懂了。哎，之前给他讲半天，他都没听懂。吓一跳。哎，部长，刚才我那表白咋样？打动你了？打动我啥呀？不给你兄弟看的吗？你错了啊，那我给你看的，那些可都是我的真情实感。你情感还挺丰富。刚才外边人多啊，我发挥的不好。我再来一遍。哎，不说了吗？怎么还来呢？你说的是不当着你爸面，这也没有你爸呀。我开始了，部长。啊，副市长，哎、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啥的呀？吵吵把火的，就外边都听。啊，还排练呢？那个、人都走了，排啥呀？对，刚才没发挥好，合计再练练。那个，万一将来给哪个小姑娘用上，是吧？对，哪个小姑娘？